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91页，从当中看起，如《法华经》受量品云，如来受量品啊，参考资料里头有一小段，《法华经》28品当中第16品啊，是四个重要品里面的一种啊，《法华经》28品。最重要的要四品啊，说释迦如来即于九缘之息成佛，其寿量无数无量不可思议。这一桩事情，现在人看到这部经，听到这个说法，决定有疑问。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他们用科学考据论证，地球形成有多少年的历史，这几十亿年。那么换一句话说，地球没有形成之前，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怎么可能说是有无数无量不可思议界？啊，那么这些是人类局限于科学的知识，他不知道自性。这些人完全用的是阿赖耶识，不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他们不知道有这桩事情。而这桩事情实际上来说呢，它就在眼前，我们一天都没离开啊，就是不认识。
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佛跟众生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从相上来看，差别很大。佛得大自在，我们不自在。第一个寿命不自在，第二个身体不自在。如果自在，我们希望我们长寿多好。人人都无量寿，这不是很好吗？健康长寿，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这身体都好了，老而不衰，跟年轻人一样。可这个不可能呢。所有物质现象里面，全部都是生灭法，都在那里循环。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大概人类能够想象到，只有虚空不变。虚空什么都没有，没有看到它有变化。只要是有形色的东西，通通都有变化。那么佛是个人，他怎么会没变化？释迦牟尼佛从出生到入涅槃80年也是有变化。从幼年、童年、青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那么这些说法呢，现在人听呢，这叫神话。神话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不是事实。那么我们学佛，身如金藏的人，不是这么想法。我们认为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是可以相信的。为什么？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他所说的，你自己都可以证实。你把它证实了，这就不是假的了。佛经字字句句都可以证实。怎么样去证？细心观察，定心体会，你就能证实了。众生跟佛的差别就是觉迷，觉悟了就叫佛，迷了就叫众生。科学家在求觉，一点一点在觉。还没有觉悟的，那还在迷。
啊，过去的人对佛经上讲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没有人相信。啊，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了，物质现象确实是从意念产生的，这就相由心生了。意念确确实实可以改变物质现象，这就是境随心转，这证明了啊，经过科学证明，大家就相信了。啊，没有科学证明呢，大家都以为是神话，神话到最后被科学证明了，啊，神话就变成科学知识了。啊，那我们要问，科学是不是达到究竟圆满了？没有一个人敢说。科学不断在进步。啊，从80年前发现原子，到现在发现微中子，这80年的成绩非常可观。啊，80年前科学家肯定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那么这80年的研究啊，在深入用精密仪器观察，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一直在追踪到现在总算是找到了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微中子啊，微中子再不能分了，那分就没有了。跟佛经上讲的，佛经上不叫微中子，叫极微色。啊，微细至极，叫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啊，佛说这不能分了，分就没有了。啊，那么今天科学发现的微中子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科学家还是把它分裂了，分裂了发现什么？物质不见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原来是意念波动现象所产生的东西，这就是相由心生。佛在2500多年说的，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科学，佛主说这些话，有没有人懂？有。如果没有人懂，佛不会说。那说什么？不奇迹吗？懂的人当然是少数，什么人？明心见性的人，转识成智的人，佛主说这些话，他们懂，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法华经》上这个说法，这叫开即现本。啊，即就是现象。本就是本来面目，它的本体。啊，本体是法性。啊，也就是从现象上，你见到本体了，就见性了。那么经中于此开始八相成道之垂机化身。啊，《法华经》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了，
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久远劫已经成佛了，这一次到世间来是实现。啊，八相成道是垂机，是实现的，是化身，不是法身。啊，而贤呢，久远时辰之本身，本身是法身，法身久远界就成就了。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我要问问我们大家呢，你今天忽然开悟成佛了，我相信你跟释迦佛一样，我已经久远界就成佛了。啊，现在视线成佛是化身，你说的话没错，不打妄语。啊，为什么？正得的那个佛是自己本来有的。佛常讲，你本来是佛嘛，你久远界就是佛，大家全是佛，哪个不是啊？这个道理要知道啊，要清楚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迷得太久了，现在忽然觉悟了，觉悟就回到根本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一个不是久远界就成佛了？这话还有疑问的吗？啊，你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的？是佛的样子来的。佛是什么样子？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舌嗅香闻得清楚，啊，舌头肠胃也清清楚楚，身体接触。啊，起心动念不都清清楚楚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起心动念，那就叫佛。啊，试问问我们看到出生的这个婴儿，他眼睛睁开了，他有没有看清楚？看清楚了。我们说话，他有没有听清楚了？样样都清楚。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不就是佛吗？啊，所以我们提出一句话：人生百日，就是人从出生100天，大概没有变化，保持着佛的样子，就是他没有起心动念。啊，100天之后不靠不住了，他可能会起心动念了。啊，最明显的，这个孩子认生了。啊，他知道哪个是他的妈妈，哪个是他爸爸，哪个不是，他有分别，有执着了，他就变成凡夫了。啊，他的能保持大概就保持100天，100天之后就不行了，就变质了。为什么呢？被习性所染污了。100天之内没有被染污。
我们的细心观察了，佛经上说的是事实真相啊，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你有没有见过真佛？天天见过，就在你眼前了。你自己迷惑颠倒不认识啊，所以菩萨行里头有一个法门叫婴儿行啊，你能永远保持是婴儿，你就成佛了啊。佛就是这样的，心地一片真诚的爱，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这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刚刚生下来还带着本来面目。啊，中国这些老祖宗们，他们有智慧啊，他们看到了，他们在千万年前看到的，我们在先前看到的，这个现象没改变。千万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细心去观察，啊，细心去体会，我们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了。啊，《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那还得了？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揭露出来了。啊，性相近，习相远。从自性上来讲，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久远劫已经成佛了，讲得通。啊！但是从久远劫，我们就迷了。啊，每一次迷一段时间，啊，迷有生死。死了之后又去找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刚刚出世的时候没迷，啊，实际上根本的迷是有的，你能够带到来世啊，觉跟迷都可以带到来世。啊，如果觉，那好，生生世世都不迷。啊，都可以向上提升。这个关键都在于没有缘，就产生障碍。啊，缘是自己修成的，真实的功夫。啊，不是偶然的机会。啊，是真实功夫，要有定，要有慧。
要有德行，德行就是戒律啊，规规矩矩的做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归纳起来只有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12个字。这12个字做到了，就是圣贤君子。这3个等级，是你做到多少？诸佛与法身大士也离不开这事儿。但是他们做到的比儒家圣贤呢更深更高更广，因为这12个字是信德，既然是信德，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他没有边际啊。那么儒家的标准是人道，设法界里头人道的标准啊，提升一点呢，天道的标准啊，人天的标准。啊，那大乘佛教呢是接近自信边缘的标准，这个标准最高了。啊，彻底放下了，他就回归自信。自信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是清净无碍的，是遍照法界的。啊，《法华经》上这几句话是说佛出现在世间，怎样帮助众生？啊，帮助他们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这是诸佛菩萨到世间来干的事业。所以若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言观其心等，等是愿心啊，看这个众生的心愿心，这叫观机呀。啊，住根立顿6根，哪个根最立，哪个根最顿啊，取立根舍顿根啊，教学容易成就，所以
随所应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一佛现言，当如涅槃。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生发欢喜心。这就说明佛菩萨在世间实行一生的经历，他决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此地所讲的随所应度，处处自摄，就是这个意思。名字不同，众生根性不一样。理解程度不一样。哪一种名字是对方能懂的，容易接受的，你就给他讲。我初学佛，见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修行最重要的方法，能帮助我们快速成就的，佛教里头有没有这个方法？他告诉我有。我就专心听他老人家开始。他给我说，看得破，放得下。这个就是什么呢？随所应度，处处自摄。名字不同如果他用佛学里头的名词，我听不懂看得破，放得下，这个我能听得懂看破，佛学的名词叫观。放下，佛学名词叫止。如果他说止观，我听不懂。他一定费很长时间给我解释什么叫止，什么叫观，我还未必能听懂。所以交流一定要知道对方程度。你说的太深了，听不懂，等于没说。那么我们对这两句话，实际上不是完全懂的，少分理解。看破，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看破。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妄想执着，就放下这些。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今天讲的就很清楚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
只要你肯放下，你就真的阿罗汉果。与出家在家不相干。啊，与学不学也不相干。真的就在看破放下，看破明白了，啊，那放下什么？烦恼习气嘛，你就得自在了。这个自在，无碍智慧现前。啊，没有学过东西，没有接触过的，你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啊，一接触没有障碍，不学都会了。为什么？这种智慧能力是你自心里头本自具足的。它不是外来的。现在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了，是什么？是烦恼习气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只要把烦恼习气放下，它就现前，它就起作用。这是大乘佛法。啊，我们不是立根，不是上智。啊，一听一切统统放下了。啊，那只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彻底放下，他成佛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在老师的方丈室里头。啊，一句话下，他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明心见性，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足一波就成为他了。啊，他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教，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他全懂，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他什么都没学过，他什么都懂，这叫见性的。啊，东方人教学以这个为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禅定是手段，不是目的；持戒是手段的手段。啊，不持戒，你心定不下来。持戒是帮助你定心。那我们看《六祖坛经》，你有没有看出门道？什么叫门道？慧能大师开悟的门，开悟的路。这个门道是无祖。第一次见面时候给他的，别人不知道。
坛经上记载的很明白，慧能到黄梅见到五祖了，啊，礼拜五祖，五祖问他，啊，问的话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你到这个地方来想求些什么？一般人到寺庙见老和尚，我求升官，我求发财，我求个好儿女，啊，我求身体健康，来求这些。啊，唯独慧能大师的回答与众不同。他说，我想来求成佛，我不求别的，我求成佛，这了不起啊，他来成佛的，那五祖要传他成佛之道啊。啊，五祖传他是什么方法呢？是他自己的本行，他是樵夫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父亲过世了，跟母亲相依为命，每天上山砍柴，到城里去卖。啊，卖了柴，拿了这点钱去买点米菜，回家去养老母亲。啊，这个事情当然都对五祖说过了，所以五祖说：“好吧，你既然来想成佛，啊，就把他派到对方崇明破柴，这是他的本行。啊，崇明破柴什么？成佛之道，没有一个人晓得。”啊，只有慧能知道。啊，在那里干了八个月，五祖道场有讲堂，他一次没去过，没听过经。啊，五祖道场有禅堂，他也没到禅堂去坐过。他不是在那儿修行，他在对方修行。这个道理深啊，聪明。不着聪明的相，破柴不着破柴的相，啊，工作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成佛之道。你每天干这个真修福啊！啊，你在这里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修戒定慧啊。他可是成功了，五祖很清楚明白了，他搞了八个月了，啊，应该成佛了，成佛一波又传给他了，啊，所以他在那里修行修密心，这个密是没人知道，只有五祖跟他知道，其他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修行在哪里？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这叫真修啊。
我们有看到真修的，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对真修的人都瞧不起，没看在眼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真修的人要合掌恭敬的，要念佛给他回向啊。啊，哪些人呢？有一些道场。啊，三个两个阿公阿婆啊，你看他做事非常勤快，待人很慈悲，满面笑容啊，别人不肯干的事情他都欢喜就干啊，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口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好像他不会说话，你去问他好，他回答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深深都是阿弥陀佛，你跟他讲的再多他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话这种人将来他们就往生啊，我说过很多，肯定都是上辈往生，真正修到一心不乱，我们不敢讲。功夫成片是决定成就的。上品的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也就是想什么时候去，佛就来接引他。啊，寿命对他已经没有了，他想多住几天不碍事，想马上走也不碍事。啊，真正是来去自由啊！啊，他在这个世间一天到晚念佛，在袖手旁观呢，他看戏的，芸芸众生在演戏。演什么戏？演六道轮回，演因果报应呢？啊，他已经摆脱了，已经离开了。啊，早年李老师告诉我，念佛要修他们。啊，老师给我说过好几遍，我印象很深刻。他自己说，他一生学学不像，学都不像。啊，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好好学，要学得像。啊，这是真正念佛的好榜样。啊。这种人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弥陀弟子。啊，所以下面接着说，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极其微妙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阿公阿婆说的微妙法，没人懂，什么人懂啊？佛懂，化身菩萨懂啊，他们听到这个微妙法，从内心升起恭敬，啊，供养这些大德，能令众生发欢喜心呐、啊，
经云现在西方，这是随俗印度，方便社会妙法。因此，正是直方立相啊，即思而真之，殊胜方便。真正大修行人，真正大成就人，在我们面前往往当面错过。让我们想起来40年前台湾南部将军乡一个念佛的老太太站着往生她只念了3年，是她媳妇教她的媳妇劝她的婆婆念佛求生净土他接受这个建议，依教奉行，他真干。念了3年，站着往生。我不知道他媳妇功夫怎么样，媳妇现在应该还在。他这个往生对于净宗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大家看到了我是他往生1年之后，我到佛光山教书，听到这个事情告诉我的这个人是佛光山的长工，常年在佛光山做工，佛光山的工程永远没有中断，天天在建设所以他们变成佛光山的包工告诉我的他跟这个往生的老太太是邻居，亲眼看到的，所以对于念佛的心非常坚定，一点都不怀疑。老太太往生，当然是欲知实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往生那个时候吃完饭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他说我去洗个澡儿子媳妇非常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没出来，就进去看看看到房间确实换了衣服洗了澡换了衣服喊他没有人答应家里有个小佛堂嘛，到小佛堂看到他老人家站在佛像前面，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
啊，他为什么不说？说怕家里人妨碍他。啊，所以他也不扰乱大家。说走就走了。真自在啊。啊，1977年我到香港来讲经。谭旭法师那个时候往生了，往生大概才2-3年。啊，我讲经的地方就是谭老的啊，他建立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建县街。啊，常怀法师是馆长，啊，接待我，啊，我是在美国听到谭旭法师佛七当中的一个开示，那个时候是卡式的录音带，真的是很新式的。录音带，一次讲演，他的口音我听得不很懂，大概听到一半的样子。我一遍一遍的听，听了30多遍，我全听懂了。啊，他讲他的一个同学，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路江，就一句。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念3年，啊，地老就教他这么一句，啊，告诉他老实念，这个人很老实，也是不认识字，啊，40多岁，碰到了，跟着他要出家。啊，老和尚最后成就他，给他找了一个破庙，没人住的，啊，让他在那个地方念佛，告诉他就这一句佛号，啊，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一点压力都没有，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住。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啊，3年多他往生了。啊，往生也是预知时至，也是不告诉任何人。啊，免得别人打闲岔。真聪明啊，真有智慧啊！啊，告诉任何一个人都是麻烦。啊，说不定别人都给你造成障碍。不告诉人好啊！郭楼将往生前一天，他从来没有离开小庙，3年，像闭关一样啊！告诉他，帮助他烧饭的、洗衣服的一个老居士、老太婆啊，告诉他，他今天呢。他说我今天要到城里去看看一些老朋友，那什么去辞行见最后一面，也没有告诉他要走啊。晚上回来的时候跟老太太讲，明天你不要给我烧饭了。老太太以为他今天出去看朋友，可能明天有人请他吃饭了，
啊，猜想啊，怎么样也想不到他往生。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啊，因为不需要他烧饭嘛，他就来晚一点，看看师父有没有出去。啊，他那个庙是个破烂的庙，没人住的，什么也没有，他也不怕人偷的，所以门都是敞开的，那都不关的。进去之后喊师父，没人答应，结果一看师父在房门面向着窗口，应该是西方啊，面向着，手上一个手拿着念珠，一个手上拉着，手上有灰，那不晓得拿的什么东西。叫他不答应，再仔细看，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啊，赶紧去报告给念佛的佛友们，大家都来看。这一看，立刻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给地老报信，啊，地老听到这个信息，啊，赶紧收拾准备一下，就到关公司来了。这一往来一往三天，啊，锅炉匠死了以后站三天，来了之后。把他手打开，哎呀，原来手上拿的有现大洋，八九块现大洋。地老想，这一定是从前他做锅炉匠做生意攒集的这一点钱。那个时候现大洋价值很高，可能是拿这个要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这钱放在哪里呢？放在土坛的，那个时候不是坛盂，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呢放的灰，坛土在灰里头，他把那个钱放在那个底下，就没人晓得。啊，都是三年了，这是真正的成就啊。啊，有足够三年平平安安的环境啊，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别的不管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现在的人，啊，我知道就有六七个啊，啊，地老还啊，这个谭旭老法师还讲了一个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法师，也是个老实念佛人。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所以也是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人老实，肯吃苦。出家之后，常住里头，粗重的活都他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都愿意做。啊，非常勤快，所以大家对他也很尊重。啊，
一天到晚也就一句佛号，不妨碍他做工。极乐寺建成之后，这是谭旭法师建立的。他跟东北佛教语言很深，东北一些有名的寺庙通通是他建的。这个寺庙建好之后，他请地牢在那里传一次戒，传戒，希望把这个心众带动起来，这寺庙就兴旺了。做这么一个大的法会，啊，那是传戒53天。啊，戒期，啊，修无私，在这个时候，到戒坛来讨一个工作。他来做义工，啊，定西法师是当家师，问他你能做什么？他说我愿意照顾病人，啊，在传戒期间当中生病的他来照顾，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伤风感冒是不能避免，严重的需要人照顾。啊，住了10几天，啊，大概传戒还没有开始，都做准备工作。他就找着两位老和尚，啊，方丈跟大娘师，他说我要告假了。啊，我要离开了。谭旭老法师有修养，来去自由吧，没说什么话。定西当家师啊，就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就责备他，你看你这个出家人到这发心是好事的，啊，才来了几天，你怎么就走呢？至少要等戒期圆满了。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是往生极乐世界。哎呦，这一听你两个老师就惊讶的什么时候，他说不出10天啊，求两位师父给他准备2倍斤柴火，准备火化啊。这个老和尚答应他了。啊，第二天来了，第二天又来了，告诉老和尚我明天就走，赶紧替他准备。啊，他还要求能不能请几位法师帮他帮我助助念送送我。啊，就有几个法师很高兴，那我们都乐意来送你。啊，真的我送，没有生病，活生生的，这是透了信息。啊，是在寺院在道场透了信息。啊，给他准备火化。啊，那么送往生的几个法师也很欢喜，啊，说修无私啊，你到极乐世界了，你修得不错，修得这么好啊，啊，你也跟留几首偈子啊，留几首诗给我们做个纪念呢、啊。他就跟大家说，他说我是个老粗出身，做泥水匠的，不认识字，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子，啊。不过我有一句老实话告诉大家，就算给大家做个纪念，他就说了，能说不能信，不是真智慧，
啊，说这一句话留给他，他们给他念佛送他，不到一刻钟他就走了。啊，这都是近代的事啊。抗战之前的事情，啊，居士往生也不告诉家人，啊，江军强是一个，我在美国见到一个，在旧金山，啊，也是个老太太，走的时候没有告诉家人，啊，估计他至少3个月之前他就知道，啊，因为他留了遗嘱。啊，没有跟家人透，没有跟任何人透露信息。啊，他写了一篇很长的遗嘱，而且把他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自己做好。啊，往生的时候摆在床边，他是坐在床上坐着往生的。啊，也是晚上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后事自己料理干干净净，啊，让家人都不要操心。不是假的呀，不是骗人的呀。啊，香港何东夫人老太太往生，报纸杂志上都有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档案室里头有他的资料。他开往生大会，他的儿女都是基督教徒，啊，不过很孝顺。啊，母亲信佛，家里没有反对，很善于照顾他。啊，他开往生大会，预知时至，告诉新闻记者来采访。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往自在往生，儿子媳妇全家人看到了，统统信佛了。啊，最后把一家人都走了。为什么再去看真的、啊、不是假的、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3年我们有这个本事，我们这个一生到这个时间没有白来啊，我们想走就走，想留就留。3年一定要有这个本事。啊，如果有必要，要我们留下来，我们就再留几年，不要紧。啊，因为你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留个再留个3年5载没关系。啊，这叫什么？生死自在了。你在这个世间多舒服，多舒服。啊，这个世界什么事情与我都不相干。啊，这才真正能度众生的。没有必要了，就走了。啊，留绝对不是为自己留的，是为苦难众生留的。啊，是给为佛教常住世间而留的。
为帮助念佛人增长信心而留的。啊，这是我们真正的成就。啊，修无私说得好，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要能说又能行，能说了真干，这个是张家大师给我的标准。啊，没有做到，就是你还不懂，你还没有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哪有不懂的道理？啊，啊，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我们看下面说，善导大师破失其意也，为娑婆众生妄心暴动啊。这个波动就像瀑布一样啊，瀑布水流的最急一秒它都不会停啊，我们心的妄动躁动啊，就像瀑布一样啊，妄想杂念啊，直方立相啊，尚未能专注。直方立相是净土法门啊，告诉我们要把念头集中专想西方极乐世界，专想阿弥陀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希望达到什么？专注。啊，专注就是功夫成片，就是一心不乱。啊，还没做到啊，尚未能专注，你还做不到啊，何况无方无相，无方无相是大乘。你就更做不到了。又上都疑云，归命三宝，要直方立相，住心取静，以凡心以凡夫细心尚不可得宽理想也。大乘般若是理想。啊，所以理想难啊。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着相修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门。啊，这一门不理想，但是最后要理想，到什么时候理想？到极乐世界。啊，先取向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理想。啊，理想才能见性，着相不能见性，但是着相能见阿弥陀佛，这个了不起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啊，我们这一生能成就，全靠这个。啊，除这个之外，我们再没有好的方法，能帮助我们真正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永远超越十法界，做不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啊，包括十法界有缘的同学，还没有能够离开六道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方法。啊，要深入无量寿经。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经文：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上面这一句是宋译的经文啊，这一段从哪里汇集来的呢？宋译本。位移为十万一刹，唐移的呢为十万一佛刹啊，宋译的是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啊，那么黄念老这些话告诉我们，夏老汇集的经文字字句句都是有根据的，没有改动一个字啊，没有漏掉一句重要的话。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跟宋译的是相同啊，这个经文完全相同。那么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就是小本阿弥陀经，玄元庄大师翻译的啊，我们现在通常流行的本子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小本弥陀经同本两个翻译。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头说的是十万亿佛国土，同为唐两译，注意不同啊，其故有二。啊，这些翻译的为什么又不同？啊，原因有两种。一者呢，如《法华》所说，随众生根器所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是故两土居立也可以不同。顺者，极乐所普，界遍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居立之可也。这是跟你说真话，为什么？任何一法都不能离自性。如果从自性上说了，距离就没有了，时间、空间都不可得。啊，去说真的，说真的人不懂啊，说假的人啊，以为有这么回事情啊，现在人认假不认真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克时而论，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娑婆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变一切处，所以极乐变一切处，娑婆也变一切处。
啊，确确实实互融互摄。极乐世界里头有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里头有极乐世界。啊，时间空间都不存在。啊，所以说举例。距离不存在呀、啊，设方所，方所也不存在。啊，这就是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第二呢，这就是名词、术语里头有不一样的说法。啊，叫二者一，举止都有它，这都是数目字，啊，数目字的单位，所表大小不一。一有四种说法：印度十万乘以，百万也乘以，千万也乘以，万万也乘以。到底是哪一个就很难说啊，我们中国人是万万乘一啊，可是在印度的时候有这么多说法啊，居止翻译成中国人的叫一，所以这个百千居止那有它啊，这个居止啊也可以说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啊，但前面三者呢，则为常用。那由它可以翻成十万，或者翻成千万。也能够解释为万万，其意不一，是故难教啊！啊，这就是夏莲老的斟酌，采取宋义，百千俱之，那由他复唱。啊，唐义的是十万义，魏义的也是十万义。啊，十万也能称一啊，所以他采取宋义的本子。经语十万亿取艺术之最大者，为十万万万，万万是亿，十万亿，就是十万个万万。百千俱值那有他，取俱值于那有他之最小者，那再为千万万万。啊，交十万亿大一百倍，故不必拘于限量，啊，诸经互参，啊，互相参考，再可知啊，所示现的极乐世界，居立此土至少在十万万亿个大千世界之外。因为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土啊，一尊佛的教化区。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多远？十万亿个佛国土。
凡夫闻之，常感极乐甚远，居不能取。此时有啊，迷于自心量故。这一段经文引用了楞严观经弥陀经疏钞，对我们修净土的人说非常重要。经上这个说法，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能去得了吗？所以有许多人说极乐真远。近一点的净土有没有啊？有。弥勒菩萨的净土就很近，在斗率天。在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我们上面是四王天，四王天在上面是桃李天。四王桃李都是地聚天，它不在空中，它在地面上。这个地面上就说明它在星球上。再往上去呢，空聚天，它不是在星球上。夜摩天，夜摩天再上去斗率天，斗率距离我们近的。很多人向往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度众生，像虚云老和尚就是发愿往生斗率天，他真去了。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在他的脸谱里都看到，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入定，到斗率天去了，见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告诉他，你在世间还有任务还没有完，你回去，任务完了之后再来。那么他在斗率天见到几个朋友，同参的老友，他们在那边真去了，有三四个人。有很多很多向往斗率天去不成的人多，那要修唯心是定啊，比到极乐世界难多了，那靠自己功夫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莲花来接引呢，居利园呢一瞬间就到了，比到斗率天还来得近。我们看下面这段文，这段文说明，怕不能去，谁有迷自心量。我们对于自己的心量不知道，自己心量实在太小了，叫小心眼，心量不大。心量不大，福报不大。中国古人有句谚语说：“量大福大。”
啊，谁的福报最大？佛最大。为什么？佛是心包太虚，两周杀尽，所以得佛大。这个我们要学。啊，据楞严经，在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何缘之有？啊，第一句话，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这是楞严经上的经文。啊，十方虚空，在哪里？在我心中。十方虚空在我心中，像什么呢？我们的心把它比作虚空，十方虚空比作一片云彩。心量之大，不可思议。啊，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在我们心中就像一片云彩一样。没有远近的，我们本来心量是这么大了，现在变小了。变得很小很小啊，错了。学大乘没有别的，就是把心量拓开。啊，不是叫你包容整个地球，是包容全宇宙。啊，全宇宙都在你心中。这就对了。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心量这两个字，这个名词。心起妄想，种种度量外境，这叫心量，是凡夫之心量也。如来真正之心量，立一切之所缘能缘，而住于无心事业。啊，如来明心见性，啊，证得真实的心量。真实的心量，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没有大小，没有边际，不可思议。啊，如来的心量，立一切所缘能缘。所缘的是万物，虚空法界。能缘的是妄心。啊，真心没有能缘。
真心没有心量啊，这个东西用不上，他没有这种概念。真心是变法界的，变一切时，变一切处啊，这是真心。所以他住于无心，无心是真心，真心离念，没有念头，有念是妄心啊，真心没有念头。楞伽经第三卷说，观住有为法，立攀缘所缘，无心之心量，我说为心量啊，这是如来的心量。这个心量是假设的啊，千万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那、啊、佛与法身菩萨，他们看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就是前面说的一切之所缘能缘，啊，楞伽上立攀缘所缘。这个心定下来了，也就是我们大乘经上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心。这个心量之大，就是楞严上所说的啊，楞严经上如片云，一片云彩在太空太清里，太清是天空下面引观经书，故观经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为什么？他在你心里头。阿弥陀佛是你心变现出来的，真心所变。极乐世界也是我真心所变，哪有距离？啊，临终戒瘾就在当下了。阿弥陀佛没有来去，我们临命终时，这个是感佛来瘾，感应到脚，丝毫都不长。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佛现前，莲花现前，啊，佛要我们坐在莲花里，啊，你就上到莲花，坐在莲花当中，然后莲花就合起来。啊，莲花合起来之后，佛带着这个莲花到极乐世界，有没有去？没去。为什么？
极乐就在此地。他将这个莲花放在七宝池，花开的时候你就转时成智了。转时成智好难的事情啊，太难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神力、愿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力加持，帮助我们转了啊！这一转了之后，我们的身就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就没有念头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跟阿赖耶脱节了，回归到自性。啊，自性是什么样子？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就是啊，自性是真清净，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真清净。啊，自性是真平等，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遍法界虚空界，具足极乐世界，具足娑婆世界，具足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本自具足，它不是外来的。所以学大乘，心量脱开了，距离就没有。啊，方所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就一句佛号，这一点重要啊，一定要看穿了，看破。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迷了就造业，念念都在造业啊！真正觉悟了，念念在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不行啊。不念阿弥陀佛要记住啊。无方无相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做不到。这些经文我们很熟啊，我们也会念，真正做到啊，不是我们境界，要承认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凡夫心中有佛就好了啊，就有救了，就得度了。凡夫心中没有佛，麻烦就大了。啊，这个地方说，观经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是因本在众生个个自性之内也。”这一句。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说出来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又
弥陀说超语，分明在目前，一何长远，莲池大师之说，透彻心源，讲透了，讲到彻底了，讲到根上，讲到源头上。就是分明在目前啊，当下就是啊，没有远近的，没有先后啊，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心定在一处，时空就不见了。心乱了，心有妄想，心有杂念，你就感觉的好像有空间、时间存在。如果心定在一处，那你就见到诸法实相，实相真实相，所以佛在《大小乘经论》常常提醒我们，叫智心一处，无私不办。那今天我们要办的事，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想亲近阿弥陀佛，只要把心置在一处就圆满了。心一定要放在阿弥陀佛上，可别放在别处。放在别处你就错了，放在我们身体都错了。我们天天想着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要找好的大夫，要找的药物，在大乘佛不需要，你只找阿弥陀佛，行不行？行，连现在科学家都把这个秘诀揭穿，修兰博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那一处不简单，他一处是清净心，真清净，什么都没有。要说他有，他有四句偈，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这个爱是从自信发出来的真爱，爱里头没有欲，这是清净的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宗教里说，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就是上帝的爱，神之爱，凡夫的爱里头有欲在里头，那就造业了。爱里头没有欲，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婴儿，婴儿那个爱，他没有欲，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是本性的爱，自信里发出来。那是上帝之爱，神之爱。我们统统有啊，我们把欲去掉，就出现了。欲是什么呢？其情无欲。
啊，七情无欲是烦恼。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啊，这个爱是喜欢，恶是讨厌。啊，后头是欲。那个欲有五个：财、色、名、食、睡，叫七情五欲。啊，所以爱里头啊，加上七情五欲就坏了，就造业了。啊，没有七情五欲，真爱啊，在佛法里称为慈悲。啊，佛法不说爱。就是爱里头有七情五欲，啊，说慈悲，慈悲是爱，这里头没有七情五欲，是从自性里生的，这就对了。啊，所以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念老师透彻心愿，说得好。我们的真干呢？啊，不一定说三年就死，不是这个意思。三年我有把握，我是生死这个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啊，然后在这个世间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什么时候想走就走得掉，这个才叫大丈夫啊，才叫。大成就者啊，我留在世间嘛，救苦救难，行菩萨道，不是为自己啊，自己智慧神通道力都浮现出来了，真有本事啊，自己生死没有了，没本事啊，所以这个法门我们能认识他，能理解他，非常不容易。啊，希望大家珍惜，希望大家正感。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